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嘿，干嘛呢？谁让你们动开一的东西啊？我让他们搬的。向总，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，就什么意思。肖主编，昨天少女之夜您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搬出来？怎么给我搬回去？这里没你们的事了，可以走了。赵信、陈然、古欢、李娜，把东西给我搬回去。别动！你跳出来干嘛？我认为向总做他的决定肯定有他的道理，你们干嘛？要造反啊？向总，这个事情我认为你要给大家一个解释，要不然你严重影响了大家工作。总部马上就会下达新的通知，宣布盛装新的领导名单。我只是提前帮鲁冰冰副主编挪腾一下办公空间，怎么样？你们有意见吗？你们看我干嘛呀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消息，我之前完全都不知道啊。上次我们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。对不起。这种事情我从来不开玩笑。怎么样？你们四个搬东西是吗？那帮鲁副主编的东西搬到新的办公室去。哎，向总，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有人。金星、陈默，哎，在搬一下。你是不是想当主编想疯了你？总部通知在哪里？向总，小主编，在没有看到通知之前，陈开仪就还是副主编，他的东西谁也不许动。秦敏，我一直给你留面子。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什么意思？好的人力资源总监，市面上多的是。向霆锋，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了？现在是我过分了。行，那我现在就以出版人的身份宣布，盛装即刻解除跟秦敏的劳务合作关系。你现在就可以去财务部沟通赔偿数额，然后马上走人。听不懂是吗？那我说的简单一点，滚！